各位朋友，大家阿曼，大家好。今日是2019年10月20日，礼拜日。啊，昨有欧崇进吼，甲姚西的一个网络的直播吼、哦。啊，咧讲到串文的问题吼、哦。其实讲诶，即几啊年，尤其即三四年，即前了，我甲研究讲，伊啥无爱特写边啊总统。所以我研究甲个蔡文甲马英九交接的即个历史，哦，啊，所以讲伊无爱特写边啊，都是有问题，哦，所以今日我嘛参加一个一边一国啊工作小组要成立一高雄的，哦，啊，当然是拜三，10月23日开始拜三，哦，咱要举一个。三民区，高雄市三民区的成民街191号，9点开始啊，要来开张，然后要来宣传一边一国的这个行动党，甲伊的理念哦。因为阿扁总统是台湾本土基层唯一的本土的总统，所以伊去用迫害，咱来为伊来伸冤，伊做的代志。是正港为台湾咧做诶，但是其他人拢无咧为台湾做诶，所以咱来拆破串门即东国效应诶真面目。那么欧崇进甲姚西一前讲诶，甲昨日讲诶真精彩。你甲看，甲我即几啊年研究诶差不多，差不多啊。吼、哦，因为伊讲1985年甲2000年，串门受着国民党。上重点的栽培啊，栽培到对咧，所以昨日彭文正甲林环强教授去英国开国际记者会，去用打压，打压了国参现场才7个人只啊尔，其他外媒拢去用打压讲哦，这是咧抹黑的一个战术哦，所以叫伊唔爱去参加，但是这变做芒果干的效应啊。所以，若无中国的介入，但请予串门啊，我绝对唔相信。哦，所以大家爱了解这个历史啊。所以我昨日讲诶，是啊，串门无要特赦变总统，而且啦，包括马英九，包括世界都拢讲，台湾的赦免法，甲短八条尔，第三条是特赦法。第三条特赦法甲短短个三句尔，三句最主要是讲，如果若经过特赦，拢无阁追究伊个一寡只个刑责嘛。其中第二条足明显个嘛，伊讲如有情节特殊，其先告知罪行为无效嘛，就表示讲有罪嘛用特赦，无罪嘛用特赦，也是无一定有罪拢会用特赦。所以我毋只讲吼。即所谓的即个刑事法定主义啊，就是讲你无即个法条白纸黑字啊，你袂使自为裁定、自为皆有天助。而且啦，刑事法从轻原则啦，就是讲较重的你就用判无罪啊，较轻的当然就无罪啊嘛，表示啥？有罪就用特赦，凭啥讲无一定有罪，也是无罪袂用特赦？所以串文这個人竟然冷血、甲无情、甲对待栽培的温情人阿扁啊，竟然安尼挑工去解说、扭曲这赦免法，所以啦，证据毋是出来吗？我咧讲诶，无要特赦栽培伊的阿扁啊总统，搁用伊。害伊上凄惨的遮个人，拢随随甲升官，换做你，你会安怎想？所以欧崇进已经讲到正明个啦。蔡英文是国民党上重点栽培唯一的女性台籍的女士。你也看哦，伊讲1985年至2000年啦，竟然有法度安排去重要的七大部会啊，什么部会？经济部、财政部、经建会、甲法务部、甲陆委会、海基会、国安会，七大重要的部会，
李登辉甲宋楚瑜拢安排伊去即个中央大会，毋是去遐做小顾问、小主席呢，是做上重要的主席 WTO 甲两岸谈判主要人物呢。那是主席、秘书、秘书长这种的，甲主席委员这款的角色呢。所以你啊看，我讲结果论嘛，你 WTO 谈判对台湾有利无？不利啊，因为台湾变作中国的细汉的啊，咱算无主权啊。而且啦，内底的不平等的条款啦，什么美酒啦，啊什么一寡只的优惠关税啊，咱拢爱等中国通过，这就是失败的谈判嘛。第二，两方的谈判为九二会谈开始时，中国愈来愈肥，台湾愈来愈瘦，台湾的经济愈去中国绑起来，副作用就是，这就是蔡英文啊。所以欧从进伊国民党出席呢，伊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青帮鸿门这款的盘中复杂的当国体制啊，蔡英文拢去用安排算上重要的 top 迄前五名呢，甚至比马英九还佫较受栽培呢。你看马英九当初是予蒋经国栽培，但是佮李登辉的时代啊，小可脱节，因为伊是用外省民心哦，佮坐了讲烟斗外表啦吼、哦，啊，所以拢去予伊的选民安尼拥戴，啊，无李登辉本身本来嘛要佮排除掉，所以是蔡英文是去予伊抱着哪像一个啊手掌心安尼咧笑眯眯呢，一路咧扶持呢。马英九也无讲派去七大部会咧栽培呢，蔡英文是叫李登辉甲宋楚瑜这帮人，你啊看，伊经过有张宏禧、有李登辉、有洪富祥、有宋楚瑜、有迄个苏琪、有辜振甫、有江炳坤、有萧万长、有连战、有徐立德、甲王金平，等于。国民党的重要者的历史的人物啊，即近代史是李登辉的左右时啊，拢是咧帮助蔡英文的呢。所以蔡英文是党国上重要栽培啊。所以伊化水的坚强呢，唔只讲哦，伊甲救国团呢，甲妇联会，而且辜振甫是伊的干爸嘛，辜延灼就是伊的干妈嘛。所以结果论嘛，是啊，妇联会。伊会叫叶进荣予伊安尼烧掉170箱的物件，刷咧安尼妇联会讨无到一角钱，阁予妇联会走去美国啊！安尼你敢无？敢也袂记哩？所以人毋只讲伊是啊，阿扁也无爱放就无爱放啊，因为伊是加害者呢，伊是国民党共犯的加害者啦。所以曹文成、林义雄遮个。涉案的档案啊，无爱甲你封，无爱甲你解密，就无爱甲你解密啦。包括赵方金是引起尹彦良甲马英九踮遐抄贷、掏空、洗钱，包括因家族啊的海霸王，诶，因阿兄蔡英良透过赵方金洗钱去巴拿马，所以去啊封存10年呢。到哪里也看啦，这算公然作弊呢？公然直接把这个弊案封存起来呢？这实在讲啊，世界是上咸的呢。台湾人拢无了解这个严重性，过来储存成这封永久封密，这卖讲啊，参伊的毕业论文、伊的深蹲的论文，吼、哦，这卖就已经渐渐轮廓出来啊。有人讲啊，选总统莫去啊计较，后日袂使计较。踮遐无要诚实对台湾人民，伊都有可能出卖台湾人民啦。而且我讲啊，伊即摆已经出卖台湾一半较加啊啦，因为会阁发麦台服贸甲两岸监督条例，这三个要来固守台湾的，要来。予马英九迄当阵出卖台湾、掏空资源，要哪来做一个防火墙、甲即个停损点呐？就是爱靠这个动起来嘛。结果蔡英文不但无动起来，佫利用这帮人啊，
佫大笔去予中国侵统大户啦。所以我讲哦，台湾去查看卖咧，所有的服务业的龙头啊，几乎拢是中国中资控制啊。因为足济只个数字产业、影视产业、物流产业、电子商务、金融等等的只，几乎龙头拢是中国大量投资啦。唔是开放予中国中资入来，来占着龙头，像电子商务甲物流。啊，遮个数字甲媒体等等个遮，拢互因入股嘛。因为富邦嘛好，远东嘛好，富士康嘛好，所有个遮包括银联粮个润泰嘛好，即中国大量投资，遐拢去予中资入股嘛。所以中资就是借着因即中国个投资，来控制台湾遮个龙头产业嘛。安尼敢无严重？所以这几啊年是安怎韩流的串起？对蔡英文安排马英九的人，直接召着宋其惠的三中一亲入岛入入心，和伊遮的里长前面统战交流，和遮的寺庙，和遮的农村大量和强匪入来遮吞打嘛。统促党就是四界召着中国钱来遮的寺庙甲农村店遮咧收买。立言支持者嘛，安尼敢无严重？所以讲吼，今日已经柯崇进因遮咧讲诶，因为因比阿翔较有接触者诶高层，甲国民党因遮消消片片诶代志啊。啊，我是用历史甲遮所有诶蛛丝马迹去甲查，确实两个有契合嘛。所以蔡英文爱甲台湾人解释。是啊，无要特赦阿扁总统，是啊，那帮财经帮、司法帮、交通帮来迫害阿扁以前的官员，甲阿扁以前的将官。所以，这我昨已经甲讲吼，党国小英的蛛丝马迹之一，先讲这款的司法、财经、交通帮，安怎来破坏阿扁总统的政府？包括因遮个特侦组个司法人员，佮遮以前帮助国民党马英九来破坏家己个边政府内底个内应遮个官员，包括遮从中获利个财经交通帮个财团，包括尹念良，包括徐旭东，包括郭台铭，包括邱富胜，哦遮人尾仔拢因为安尼得到好处，因为晋阳内线案，晋阳变做郭台强的公司，台开叠招即个赵建民，甲因家族啊，吼，因爸甲因小弟啊，甚至甲因妈妈，一家伙啊，拢因为台开案丢掉。那么台开即卖变做邱富生的公司的一个集团的小公司，吼、哦、啊。ETC 现在变到国道徐旭东的 ETC， 这蔡英文拢无甲台湾人搞得清楚啊，所以一帮马英九破坏阿扁啊，甲阿扁的官员，这已经历史已经讲得真清楚啊，安尼是无甲台湾清楚，所以芒果干是谁弹出来，我已经从历史已经甲大家讲得有嘴无烂啊，哦。因为咱来一个逻辑概念，习近平是1989年啊，和赵耀邦，吼、哦，派去厦门做副市长的。啊，迄当阵就是因为前几年1984年邓小平去巡视厦门时，认为讲厦门福建省甲台湾真接近。用来做一个好好开放，来吸引台商，甚至来染指台湾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接受伊安排习近平来遮做副市长。那么1985年时啊，开始就甲台湾有一挂交流，因为伊开放了后，一挂外商嘛去投资。迄当阵第一波是香港先投资，1980年代，然后1987年就是因为台湾开放探亲。所以大量借着台资入去中国啊，
那么因为福建省是离台湾上近嘛，所以和习近平都开始有这个机会，因为厦门甲金门都相压尔，所以开始伊无偌久就1990年就兴起福建省的省会福州市做市委书记啊。然后因为就是迄当阵就是蔡英文1985年开始，和国民党遮个所有七大部啊会安尼咧栽培。可以有法度介入 WTO， 有法度去两岸谈判。当然是九二会谈是开始重点的会谈啊。其实是1989年、88年开始，李登辉就开始啊。所以大家以为讲李登辉是台湾之父，唔是啊。台湾之父是阿扁啊。李登辉嘛是勾结共产党迫害台湾阿扁总统的人啊。哦，所以这历史慢慢阿伯才甲你讲，但是因为伊栽培你蔡英文，九二会谈了，和福州市接受甲台湾的资金啊，大量遮开始慢慢发展啊，发展中间就是蔡英文是为财政部、经济部、经政会、法务部等等的遮安排伊，我都去做这个国贸谈判的。然后，甲两岸谈判中，伊阁是辜振甫身边阁执行秘书，大量是两岸谈判时伊重要身边的人物啊。所以，安尼阿扁啊认为看唔到人，是讲我吵小越大，我要为着和谐，国会好过时，所以伊会去栽培用李登辉一部分的人嘛。所以有个人讲哦，蔡英文是阿扁啊栽培，是无唔对。但是，咱袂使讲事后诸葛亮。阿扁啊，虽然迄当阵看唔到咧，但是咧，咱来知影讲，阿扁啊，总统也无用李登辉的人啊。迄当阵嘲笑伊倒啊，我来讲啦，伊八年是拢全部嘲笑伊倒，伊拢免做什么高教啦、雪水啦、高铁啦、龙潭电器啦、中科啦等等，伊拢无法度做啊。哦，所以咱来就事论事啊。但是我讲。1986年，民进党成立的时候，拢是蒋经国的调查局安排一半以上的尿杯啊，是民进党做干部嘛。所以即摆事实就证明嘛，包括江鹏坚，包括张进雄，包括柯信良，包括这个谢中廷，全部拢是国民党挂的尿杯啊嘛。所以安尼就知影讲，阿扁啊，是这八年。不但要面临嘲笑越大的困境，还佫面临党内一半以上拢是国民党卧底的尿杯嘛，包括李登辉派来遮人啊，拢是无影真正讲要从良嘛。全部李登辉的遮安排的李登辉的官员啊，自2006年时啊，全部拢甲蔡英文共款，全部拢咧倒变。安尼恁？了解讲李登辉即个有偌苦哦，只要讲李登辉用叫蔡英文、叫苏振平、叫王岳生、叫因遮李登辉派的阿扁啊，甲栽培遮人，甲讲恁来爱扶持阿扁啊，袂使安尼替马英九咧迫害台湾本土政权哦。结果毋是，全部拢咧倒扁，所以你较看阿扁啊偌歹做。所以今日只事实甲大家。讲这个的严重性，所以历史的讲话啦。今日习近平拄1985年至2002年，为厦门副市长、福州市委书记，升甲福建省委书记啊，拄借着蔡英文 WTO 甲两岸谈判，拄予中国摕到上大利益，包括人民一条拄。阿扁啊，自2000年时想讲，安尼蔡英文伊有国贸甲两岸的这个经验，所以安排伊做陆委会主委。输不了，因为千禧虫这个科技泡沫 GDP 负成长5%左右，所以逼到阿扁啊总统无找朝野协商，找王金平袂使。那么王金平找萧万长，萧万长当然就去找到陈天柱啊，对林全的好朋友啊。那么陈天柱当然，伊就是爱清洗伊
马英九以外的另外一个头家就是蔡英文嘛。啊，蔡英文是只当然啊，变啊政府就中计啊，变变做2001年时都蔡英文主导派伊的所去安排三个政客嘛，赵詹志宏嘛、邓振中加这个傅动成嘛，所以这三个目前也是蔡英文身边做重要人物嘛。其中邓振中甲陈天柱要马英九安排做经建会主委，甲这个经济部长嘛，还会记无？对，蔡英文甲马英九拢共国的啦。所以习近平1985年甲2000年，因为蔡英文是上重要，和胡建省因为安尼摕到两大好处嘛，第一就是经济大跃进嘛，因为伊的 GDP 的成长是全中国上悬的、上大的嘛，哦，伊进步上悬的，我唔是讲伊 GDP 上济哦，但是伊的成长幅度上悬的嘛。第二，就是因为台商一半以上拢去投资是福建省，所以福建因为安尼啊，统战台商最有成就啊，所以唔只受到江泽民甲胡锦涛来赏识，所以2002年，伊就升官去浙江省委书记啦。尾仔是2007年，就江泽民赏识，甲安排去陈锋上海市委书记，就是伫2007年，和江泽民甲胡锦涛钦点做2012年的接班人总书记啊。所以今日习近平有法度变到习皇帝，最大的贵人啥人？就是蔡英文嘛。所以伊会做球做啥人？我咧强调讲哦，会借助芒果干的人吼，迄个人都有问题。除非伊是真心想阿扁总统替民主咧拼，真正咧关心台湾人，啊那无迄绝对有问题。哦，啊所以我讲习近平有法度今日做总书记。其中上重要的贵人就是蔡英文啊！啊，若安尼蔡英文应当甲江国讲清楚啊，是啊，遐轻易就捡到枪，一个逻辑观念，他有讲14个人人才济济的人，会予伊敌人轻易捡到枪。当然，你要有一个逻辑的判断能力的，哦。啊，另外，习近平一家。咧做的时阵啊，我咧讲三段论啊。当初就是因为阿扁啊总统无意外去予选到，选到了往台独方向咧做啊，所以伊对阿扁啊就非助他于死地不可啊，所以就派人设局要安怎勾结马英九国民党者，甚至收买民进党者的招牌啊，来陷阿扁啊，果然成功啊，啊成功了。当然，伊就本来是要借着马英九来促进统一啊，但是无疑哦，有中国甲马英九，伊唔敢遐敢做啊。所以对中国来讲，伊还佫栽培人，免啊，互台湾的台独的意识啊消灭啊。所以就安排这个柯文哲啊，先往这个占领台北市长来洗脑咱的青少年啊。因为我柯文哲，我都要甲大家讲啊。柯文哲这是中国安排伊啊，因为伊是2002年甲2008年去18届以上去教中国的叶克膜活摘法轮功器官嘛，所以对把柄伊啊嘛，所以是2010年的11月2日的连胜文枪击案，就甲蔡英文勾结，和马英九甲共产党甲朱联邦，才来演一个连胜文枪击案嘛，所以。尾仔，伊就秘去讲，今仔做阿扁的总统，牵个咧学校学生啊。尾仔讲，佫甲接一个民间医疗团的召集人啊。所以就是咧过嘴讲伊是侵略的嘛。结果事后，伊就是甲新奇林毅夫家咧勾结啊。所以尾仔伊当选台北市长时，谁甲安排的？当然是蔡英文配合的啊。所以2018年，佫挑工伺候保科嘛。咱就知影柯文哲是马英九是共产党栽培，共产党的基啊。那么蔡英文身为总统，伊会唔知吗？安尼你就知影讲，蔡英文有把柄在中国手底嘛。所以那安尼来讲是，
都有可能，习近平中国来讲啊，你阿扁啊，甲你迫害，你的独派思想无法度消灭，只有用恁的青少年的偶像柯文哲来甲你洗脑，恁的青少年，即摆洗脑洗到哇，要成功成功啊！但是啊，安尼也无够啦，因为你民进党也真团结啊，即摆就靠着党国栽培出来门啊，开始直接甲恁乌爸母啊，甲你违反你的台湾意识，降低你的台湾意识，来甲你打你的本土，然后甲你所有的本土意识，甲你打也无得紧啊，佮甲你民主的概念理念啊，完全倒退路嘛，所以你正港的本土的。正港有正义感的人，拢会对出来门不满嘛？包括郭俊明，包括彭明敏，包括李彦祖，包括吴丽萍，包括阮家人一路行来，拢咧为台湾拍拼的人啊！所以对伊真不满嘛，包括彭文正嘛。结果你看，伊拢叫咱的少年人安尼甲咱洗脑，佮彭文正啦，拢咧骂出来门尔，无咧骂骂即个韩国瑜啦，等等的。结果大家拢无去了解讲啊。当初柯文哲嘛好，你出来问嘛好，都是柯文哲、彭文正这的人，为了公平正义，全力咧支持你柯文哲，支持你出来问的。伊的政经线之批，当初不是得罪马英九，不是得罪慈济呢？结果，2010年5月20日，出来问你的就职典礼的主持人，查某是 Janet。查甫对彭文正呢？安尼彭文正一路咧帮忙你串门，是因为你串门做的拢是道行义事嘛？避予马英九的赵凤金不打紧，搁咧打本土的一挂乌了无济代志，哈、啊？什么证明也无用，证明个人打呀？公投变到铁笼公投，促转变到东厂，遮个中选会点啊咧乌白做。一立一修，婚姻平权，拢违反台湾人立言的理念嘛，所以当然要给你批评啊。结果你看，未堪望批评，贴工违反世界言论自由，安尼你共关台。这种人，莫怪习近平的龙心大业啊。习近平讲，哇，我本来吼要安尼给你打压，要安尼给你消灭你独派思想，唔免啦，出来门一个都有够啊。结果出来问你看，互你立言分裂，甲恁打恁的只本土的，所以王同志你讲的，出来问的身边拢是共产党，拢是出来，拢是中国奴才，拢是马英九的人，拢是宋楚的人呢。所以你看一路行来，是不是？苏克即马嘛是伊的小英基金会成立两岸政策协会内底最高顾问，伊甲赵少康嘛好朋友呢，甲楚文清嘛好朋友呢。甲赖姓的嘛好朋友呢，啊！你看哪群的人甲蔡英文拢是好朋友呢？结果咱遮正独派、正本土派，哪袂输伊敌人呢？所以甲咱骂讲，你民进党无人才，讲咱拢是笨手。我讲第一人就安尼啊，第二人你台湾人，伊要阁用你无？伊要阁真正照顾咱台湾人无？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我讲，啥物人上爱伊当选？照习近平我来讲啦，有法度替伊消灭独派思想的，有法度分化你立言的人，都是伊上喜欢的人啦。所以我真侪人讲，啥无要批评韩国瑜？我来讲啦，韩国瑜是出来门的人呢。你别看，即摆韩国瑜身边的人拢在做球给出来门啊啦。韩国瑜1985年至1990年头啊，蔡英文受到国民党重点栽培的时阵啊，伊在做啥？伊在做蔡英文学生呢。蔡英文，你看，还未摕到毕业，博士论文还未毕业。1984年的前，1981年至1984年，就在指导东吴甲政大的硕士学生啊啦。啊，所以你来看，还无博士就假博士啊啦。啊！1985年，搁免讲啊啦，迄当阵就已经正牌的副教授啊啦，所以拄好1985年，歹势拄好韩国瑜专修班退伍加分考调东吴党校，
所以是毋是出门学生？对啊，当然伊是读英文系啦，无一定是教着，但是总是有师生关系啦。1988年，伊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就考去政大东南所嘛，啊，就是出门的学生啊嘛。安尼是，那这段关系尔咧？2001年至2009年。韩国瑜走去中国的北京大学的光华政经管理学院，哎呀，拄好，就是尹炎良开的啦，替中国开的统战台湾的第一学府啦。啊，尹炎良甲蔡英文什么关系？吼、哦，关系可大了。尹炎良是王金平高中的学生，迄阵时王金平师大毕业是私立的高中咧教书，伊拄好是。台北的私立中学，但是迄个关系也毋是介大，迄是因为尹炎良伊有中国的老爸，只啊，互伊做一个事业，然后王金平拢咧做立委，甚至做院长时啊，当然就甲尹炎良配合真好嘛。那么你来看，尹炎良除了是台湾的股市甲银行咧搬钱以外，尤其上重要是。2007年的7月前，当蔡英文甲龚兆胜结掉2006年5月7日结掉了，8月就栽培蔡友才及赵方金、赵方银做总董事长兼赵方金控的总经理嘛。所以开始无偌久，就互尹炎良甲马英九咧搬钱嘛，赵方金用搬钱就搬咧嘛。所以2007年的7月。当宜昌生计时啊，讲朝小一大，国会动预算歪过，迄超工做球就做王金平，做球吼蔡英文啊，因为蔡英文5月是对苏贞昌来辞去这个行政院副院长嘛，迄当阵就讲宜昌要互接做董事长啊，迄当阵就啊宜昌的遮的创办人什么何良伯啦，什么。啊，何大一啦，啊，陈良博、何大一啦，甲李远哲遮人讲，啊，安尼是毋是？既然无多贵，啊，这夭折，啊，无且蔡英文因倒有钱，因倒有钱又怎么样？结果摕6000万就摕到董事长呢，啊，结果本来统一要去投资啦，结果加切甲答，统一你嘛袂使投资，结果叫谁投资？叫尹炎良投资啦。结果尹炎良讲投资30亿，是变做上大股，但是以后未做总经理，做董事长。但是伊30亿倒位来，赵方金搬啊，所以免钱就入去做上大股啊。但是2008年的5月20日，蔡英文拄接到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讲，啊，伊未使阁兼这个做总董事长啊，所以家己思想素素，甲宜昌都规个搬吼。这个尹炎良啊，啊，你就知尹炎良尾啊，佫成立中艺啊，改名这个中艺，佫成立一个子公司浩鼎，啊，你就知影这个什么代志啊？啊，所以啊，赵方金咧洗钱，就是咧洗海霸王甲这个浩鼎的钱嘛。结果就蔡英文因阿兄蔡尹良子啊做代表啊，安尼答案不是出来吗？是啊，赵方金洗钱袂办。是啊，蔡友才无爱办，听讲计啊办一个赵姬甲赵方金洗钱，尹炎良都无代志，就是蔡英文包庇嘛。所以今日甲这个来龙去脉小可甲大家做交代一解哦。所以什么人有法度互民进党变到人？这个迄、那个柯崇进已经国公啊证实了。即摆民进党变作是正牌的中国的国民党啊，等于主权意味尔啦。意思讲啊，本来是国民党是这世袭的嘛，哦，是正牌的国民党中共嘛。即摆因为蒋经国未雨绸缪，是讲我蒋家袂使阁做总统，但是呢，安排伊的东厂这调查局啊，安排这尿杯啊。柯信良、谢中廷这些人，哦，包括尾啊蔡英文入来遮，甲陈明文遮，拢是国民党安排的嘛。
设局安排嘛。当然，阿扁总统迄当阵是为着李登辉被炒下，安尼用李登辉人互因入来。啊，大笔者等于是，即摆民进党就蔡英文就开始用即、這个甲马英九用改变初选办法吼，甲、哦、即个国会分赃慢慢甲把持变做同流合污嘛。所以民进党即摆变啦，那是正本土的阿扁啊，搭尤锡坤。搭无你来同流合污哦！宜天，你要入来，你若无听话，照常我安尼甲你搭。即摆你听话好，甲安排一个位。所以即摆内底啊，拢是中国奴才，拢是国民党个遮。所以因即摆党国奴才性呢，比国民党更加严重。所以等于啥？等于国民党以前个党国体制个精华，即摆拢付诸于民进党。所以民进党即摆变作正牌党国的指挥所甲训练所啊，即摆国民党变作大家拢爱配合蔡英文咧做，所以你甲看国会，你主要甲看伊预算甲法案，全部拢是两岸两个当作一党啊。所以即摆是里长啦，即市议会啦，哦，地方的县市议会。甲遮个立委啊，你啊看，佼佼，国民党甲民进党两大党啊，拢一定爱主流推移民，毋是你调就是我调，无别人哪调，啊别人调啊，肉友啊，啊无就伊安排人，就时代力量、亲民党，迄嘛是拿军的，迄嘛是小英的党，所以你看即摆四党，全部拢毋是蔡英文的党，无就是。国民党诶党嘛，那泛蓝诶党嘛，啊，因都是做共党诶嘛，所以啊，一二二输，蔡文敢输，蔡文无输呢，因为主要若毋是伊亲信诶新潮流鹰派啊，全部消灭，安尼事实证明出来吼，所以习近平已经坚固掌控伫台湾诶政治诶生态啊，因为。掌握到党国心态，南京环全部控制住你的哪里的两大党，你台湾就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啊！所以即摆欧崇进已经甲蔡英文即款的变，即摆大大的阴谋讲予咱知啊！那么阿翔即几啊年，安尼咧替台湾人固守咱的即个哦命脉的话吼，我希望讲。我讲台湾民主化推动人民啊，啊紧诶，对这一边一国工作小组诶推动中间啊，渐渐来推动，最起码也有法度甲美国、日本靠着咱遮本土、遮本土诶台湾民主化推动人民来共同合作，守护咱台湾啊。啊无我来讲啊，蔡英文有可能是第二任啊，不但甲阿扁啊关起来，甚至甲。坚固台湾，大喇喇出面给习近平了，啊，无大家人，你这样试看嘛，唔好见到棺材不流泪啦。所以，咱来紧来自救啊！咱唔惊万一，只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因为即摆足有可能往迄个路咧行，哦，所以今日讲到这就好啦，吼、哦，明仔再过来讲，党国小英的蛛丝马迹之后啦，啊，怎讲呢？咱的国防现在发生什么问题？阿扁的六个将官，甲即阵也咧用破坏、用关，蔡英文，你也甲台湾人讲清楚，就这样。